是刚刚光临的时候，长在109年1月8号，瑞芳，20点整，说白了是4:40，太晚了。像北回线看花莲的，会消耗车网区间快车用80+80，顶站了。这边有一台。微笑圈的车王用80+80了，感谢各位，再见。4046次，用北回线看花莲的用80+80了，微笑号车王区间快车4046次。80+80了，4046次将北线看花莲，它就会在瑞芳站时利用。好，赶快开始，就用这样了，拜拜。再拍，我刚刚那光华奖拍了，就那样，赶快。